IG 有看得到吗？看见啊，因为 IG 常常有一点问题。Hello，Facebook 的朋友，看到有人在线了。IG 有吗？因为它常常会出现这个。Hello，Facebook 的朋友。好准时哦 ，Christine， 你好准时耶！来，帮我把那个直播分享出去，你们自己的 page， 还有分享去各大群组，那更加多的人可以进来看我们的直播。IG 有吗 ？IG 有吗？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没有，是不是？哎，有一点问题啊，IG。Hello，Facebook 的朋友，我现在在弄这 IG 的 live 哦，等等哦，大家。OK， 可以了。Hello，IG 的朋友，大家快快进来咯。好 ，share 咯，谢谢你 ，Christine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支持，给你多多爱心。来 ，IG 的朋友，看到已经线上已经有十多个人了，来，哦。安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来帮我 share， 帮我 share 去各大群组 ，share 去自己的 page， 好让更加多的人可以进来看我们的直播。今天我们的直播就是这个星期的新品，还有上个星期已经上架的新品哦。大家期不期待要看我示范把它拎在身上的感觉呢？来帮忙把直播分享出去好不好？IG 的朋友也来帮忙把直播分享出去，好让更加多的人进来 IG 的那个直播间里面。因为平时呢 IG 的直播间呢人数是嫌少的，所以呢如果在线的 IG 的朋友呢，尽量帮忙把那个 IG 呀、把那个 IG 的 live 或者是在那个 DM 或者是 WhatsApp 让朋友进来我们的 IG 的直播间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等多一个，大概一个5到8分钟左右，我们就开始今晚的直播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郑伟，我的电话没有，要不没有电了。好，来，Facebook 的朋友来帮忙把那个直播分享出去。好，来，我们等一个8到10分钟，5到8分钟啊，好不好？不想要让在线的朋友等太久，所以呢，我们想要尽快人数上升，就尽快开始我们今晚的直播。来，在线上的20多位朋友，帮忙把我们今晚的直播分享出去自己的那个 page 或者是各大群组，好让更加多的人进来看我们今晚的直播。今晚的直播呢，主要是介绍这个星期的新品哦，还有上个星期已经在我们架上已经在我们架上的几样新品了，所以大家努力的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。我看到那个 FB 的直播人群线上的朋友已经有30多位了，来，我们再等多一个两分钟，等那个两分钟就这里。好，来FB 的朋友已经有30多位了，来在线的朋友来加把劲，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哦。FB 的人数上升到好快哦，已经快要40位了，来加把劲。如果已经40多位了，来，我们等多一个3分钟，等那个3分钟，我们就开始今晚的直播，好不好？
好，来来来，线上的40多位朋友来帮忙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，去各大群组或者自己的朋友的那个page 或者自己的 page， 好让更加多的朋友呀、亲戚朋友们可以进来看我们今晚的直播的好不好？好嘞，好的，来等多一个两分钟，谢谢已经分享的朋友，还有谢谢点赞还有给爱心的朋友，所以呢我这里回赞，还有给多多爱心你们，好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在线的帮我们分享，还有帮点赞给爱心的朋友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哦，好，非常哦，谢谢你们的点赞。好，来等多一个两分钟，我们就开始今晚的直播。大家有没有很期待这个星期的新品上架会是哪几样商品呢？所以呢，大家帮忙，还有加把劲的把直播分享出去，好让更加多的人可以进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嘞，剩下一分钟了，一分钟，在这一分钟里面，大家加把劲的来帮忙把直播分享出去，谢谢你们的爱心，好多好多的爱心哦，我收到了，我全都收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再回爱心给大家的，来，多多爱心给大家，好，来，我们多一个30秒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啦。好的，谢谢你们啊、我看到有人点个生气的脸，还有那个伤心的脸，还有笑的脸，还有惊讶的脸，好多表情都出来了。好的，来，我们就开始今晚的直播好不好？已经9:07:08了，来，我们就开始今晚的直播吧。人数又下跌了，刚刚已经有40多位，又在下跌去30多位了。然后在我开始的时候呢，大家如果还在线的朋友呢，就帮忙再继续的把直播分享出去各大群组，好让更加多的人可以进来，一起大家一起看的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今晚我们就开始。燕，谢谢你捧场哦 ，IG 的朋友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就开始今晚的直播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再次的介绍我自己啦，我的名字叫 Pinky， 就是 Lucy Moxy 的创办人。而我们 Lucy Moxy 的产品呢，都是100%正品，从日本进口的。而我们的日本中古商呢，在这一方面是非常严格的，在收购方面是非常严格。而且大家众所周知，在日本呢的日本的政府呢是打压赝品的。所以呢，在日本见到赝品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低，简直是可能是没有的啊！所以呢，你们在购买我们的商品的时候，可以100%的信，是给你们100%的信心保证的。Patrick， 你好，好的，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架上已经上架的商品里面呢，看到我们也有自己的那个打分系统，对不对？在打分系统里面呢，大家如果熟悉我们的朋友呢，都会知道从8分、9分到10分的一个分数的一个评分的一个分数，对不对？那八分是有一点点小瑕疵的商品，一点点小瑕疵的商品，还有9分呢，接近完美的商品，10分呢，就是全新或者是未使用过的商品哦。所以大家可以从分数上面去看，如果大家是说，那8分呢会有些小瑕疵，在那个架上的照片看不清楚，那也没有关系的。PM 我们那细节的照片，或者细节的那个 video， 或者是看回我们的重播，就可以知道整个包包或者是整个商品的那个状况了，好不好？哇哦！FB 的朋友，你们好给力，都快要60位朋友在线啦，谢谢你们。还有 IG 的朋友要加把劲哦，因为 IG 的人数还是在个位数的。好嘞，来，我们就开始今晚的直播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今晚的直播的新品上架的第一个商品呢，会是什么呢？好的，就是这个。
那大家知道我上两个星期呢，我们刚刚开始上架首饰，对不对？ Fashion Jewelry 就是迪奥的首饰啊，爱马仕的首饰。那这个星期呢，我们也会上架几样首饰的哦，就包括项链、手链还有耳环的。所以呢，在介绍首饰的时候呢，平时我介绍包包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戴上手套，对不对？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，我就戴上手套。可是呢，首饰方面呢，如果戴上手套的话，会比较难，我会比较难的向你们介绍的，所以大家不要介意哦。好的，来，我是先开始今晚的第一样商品是这个迪奥的银色项链，就是银色的那个。银色的项链，是写着 DIOR Dior 的一个符号，那符号的项链。然后呢，你们可以看一看后面有几个调节的地方，让你们可以扣上、扣短、扣长或者扣中的那长度都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这里会写个 D， 一个 D 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得见吗？一个 D 在这里是 Dior 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这个你们看。那你们可以看看，如果在我的身上，在身上，那金色的项链呢？金色的项链呢？当然呢是显得比较高贵的。可是呢，金色的项链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金色的项链戴上来，可能会平时去逛街的，会不会觉得，哎，会不会觉得太过啊？可能隆重了一点，对不对？那银色的项链呢？银色的项链，那肯定就是没问题的，就是平时要怎么戴的话，戴去逛街的话都没问题的哦。大家可以看一看银色的项链。所以呢，这条项链呢，我们的打分的分数呢是10分，十分是 excellent condition。你们可以看一看 excellent condition， 就是几乎是完美来，几乎是如新的状态的。都是如新的状态哦，如新的状态。那这条项链的那个，我们是有附上一个绒毛的盒子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个黑色的绒毛的盒子，是好高贵的绒毛盒子。那大家想要买去给自己搞赏自己，或者是把它买下来当女朋友呀、男朋友啊，女朋友啊、老婆呀，或者是妈妈的圣诞节礼物，就是首选咯。而且这条项链的价钱呢的售价是899的哦，大家可以再看一看。我可以拿那个黑色出来，让大家再看一看。Dior 写 DIOR， 那就是银色的啊。好的，哇 ，FB 的朋友已经有50多60在线了。好的，那哪一位朋友呢？喜欢对这条项链有兴趣的话呢，直接可以在直播下单呀，或者在直播提问问题，我们会一一为你解答呢啊，不需要害羞的，都可以把它放下来那个 comment 这里，我们会为你一一解答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这条项链呢有包括一个那个首饰盒，然后呢那个打分分数呢，我们是给它10分，就是如新状态哦，就是非常非常 brand new。CD necklace original Christina， 是的 Christina， 我们的商品都是180%正品，而我们给予顾客 Can I see closer the necklace？ Sure， no problem。 来 Christina， 你看得见吗？它是写着那个 DIOR， 是全新的哦，你可以看到它完全是没有花的那个状态的。看得到吗？然后呢，后面也是几个调节，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然后呢有一个 D 的那个字母，是写着就是意思 Dior 的字母，看得清楚吗？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呢，等我们会把 Can really see？ 对，因为那个打光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那个照片看不是很清楚，关暗一点，等啊。来的 Christina， 你看得到吗？来看一看。因为是银色的关系，而且非常非常的亮啊。大家 Christina，
Can you take photos for me? Sure, no problem, Christina. 我现在叫小片 PM 你好不好？小片可以 PM 他吗？把 Christina 我们会把照片发给你的，你可以看看。好的，因为呢在直播间呢那个打光的关系，而且链项链本身呢是非常非常的闪，非常非常的亮， cannot quite blur. No problem. No problem, Christina. I will ask my assistant to send you a photos of more details photos. Alright, sure. Thanks. You are most welcome, Christina.OK， 好的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就下，我们就开，就继续下一个商品了，好不好？来 ，Christina， my assistant will send you a message， yeah， with the details photo。All right。OK， 好的，来下一个商品，下一个商品是这个，这也是一个 Dior 的，是 Dior 的手链哦，大家可以看一看 Dior 的手链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，我们之前呀、有一款那个耳环呀， Dior 的耳环跟这一款呢是同款哦，是同款哦。郑伟，你能不能把那个耳环给我一下？这个跟这个同款的，上两个星期的。好，好的，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 Dior 的。好，你看，如果戴在手上，所以呢，这个长度呀，这长度呀，非常适合每个女生的，而且是每个女生的手腕的那个长那个宽那个尺寸的，所以呢都不需要担心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写着 CD。因为上两个星期呢，我们有上架一个 Christian Dior 的耳环呢，是跟这个差不多同款的哦。我看不是差不多同款，是简直同款啦，简直同款的。是简直同款的，大家可以再看一看，是简直 OK。好，就是这个，大家可以看，那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上线的耳环，这个是耳环呢，是耳夹式的。如果哪一个妹妹们呢，哪一个朋友们呢，你有耳洞的妹妹呢，那这个耳夹式的耳环呀，就非常适合你哦。而再搭上这一条 Christian Dior 的手链，同款哦，只是说这个耳夹呢本身呢，它有水晶，有那个 diamond， 所以呢，而这个手链就没有 diamond， 可是呢，这样戴上去呢，是就看得到是同款。是一套的哦，感觉一套的哦。那这个耳夹的价钱呢，大家可以在我们架上可以看到，还有更加多的细节照片。现在目前呢，架上已经上架的。而这条手链呢，是之后 after 我们今晚的直播我们才上架的。所以线上哪位朋友想要看细节照片的话，在直播里看不清楚的哪位朋友，如果有兴趣想要看那个细节照片的话呢，我们都可以 PM 我们，让我们把细节照片发给你的，好不好？IG 朋友可以看一看。好的，好，来，这条项链呢，我们给它的分是9.5分，基本上呢，9.5分、10分，我们这样在首饰上面呢，我们都是会收购9.5分跟10分的商品的，就是说完美无瑕或者简直就是全新或者是未使用品的。What type of gold? 18K， 这个是镀金哦 ，Christina， 这个是镀金。而且这镀金，因为这个是 fashion jewelry，fashion jewelry 本身呢是它不是放在 fine jewelry， 所以呢在镀金的上面呢它是没有纯金的成分的，它是没有纯金的成分的哦。那在那个它是什么 material 呢？它是什么 material 呢？它是钛钢，钛钢的意思是说是钛钢的意思说它是 brass material， 所以呢，而且这个呢，它本身呢不会产生对你们皮肤呀、肌肤呀不会产生敏感的，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哦。好，我看到线上有人按那个生气的脸 emoji， 大家可以让我知道为什么按生气的 emoji 吗？我们会是不是因为灯光太亮，所以让到你们看不见那个项链、那个手链的细节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不要生气的好不好？不要生气气的。好，来这条手链呢，我们是有附上这个灰色的绒毛盒子哦，灰色的绒毛盒子的那个，然后呢，这手链的售价呢是829的哦。那哪一位朋友呢，想要当礼物啊，圣诞礼物送给老婆呀、女朋友啊、妈妈呀，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哦。而且其实你又可以买用这个价钱买到一个很大牌的首饰，所以是非常值得拥有的哦。好的，来看一看。好的，来，好的，
那我的下一个商品，这个在这商品呢是9.5分，有一个绒毛，灰色的绒毛盒子，然后呢售价呢是829的啊、哦。好的，那线上有哪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直接 PM 我们 ，DM 我们，那细节照片，如果在直播看不清楚的话，都可以来拿细节照片的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商品呢？下一个商品是这个 Christian Dior 的耳夹啊，那这个耳夹呢，跟刚刚那个耳夹比起来呢，这个耳夹是比较简单款的，简单款是写着 CD 的 logo， 是写着 CD 的 logo。谢谢线上的朋友点赞哦，谢谢线上的朋友点赞。那在看着直播的时候呢，也别忘记帮我们把直播分享出去，让更加多的人可以进来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大家可以看一看 CD 的 logo。那这个耳夹呢，会是怎么样的呢？让大家看一看，它的耳夹是这样子掰开的，这样子打开，它是会是这样子的，啊，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就这样子把它夹在耳珠在那里，就夹在耳珠那里，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嗯，看一下。好漂亮，对不对？就是 CD。 那如果有耳洞的朋友很喜欢这款耳夹的话呢，其实没有问题的，有耳洞的妹妹们呢想要买耳夹其实没有问题的。在这耳夹方面呢，我自己也有戴耳夹的，就是说因为耳夹方面呢，它的那个款式呀，跟耳针啊，耳针就插在那个耳洞里面，感觉跟耳夹呢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买一个 CD 是很精致的。那这个呢，不会觉得太隆重呀，平时去逛街呀、喝茶呀、跟朋友去打卡呀，都是很适合的哦。好，那这个的价钱呢，哎，这个的评分呢，我们就给它10分的。然后呢，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好可爱的那个绒毛的黑色盒子，那售价呢是749的。那线上的哪位朋友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 PM 我们 DM 我们啊，拿那个细节照片的，我们都可以现在机场啊，我的小帮手呢，我的小助理呢，都会把细节照片当场下把它传给你们的。嗯，大家得再给你看一看，十分的分数过后呢是749的啊、哦。好的，来我们的下一个呢是一个我们之前没有拿过的品牌哦，它是设计师品牌，我们叫它 designer brand。过后呢，它是什么品牌呢？它是 Vivienne Westwood， 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啊、嗯。Vivienne Westwood 的那个 logo 呢，都是星球的 logo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这 Vivienne Westwood 它我们有包括一个绒毛的黑色盒子，过后呢 ，Vivienne Westwood 有一个小 pouch， 一个小袋子的，看。是红色的星球设计，红色的星球设计哦。嗯，好，再戴上去是这么，戴上去的感觉是蛮大的，很抢眼，很吸睛的哦。而这个 Vivienne Westwood 的耳针呢，啊，是10分，哦，我10分。然后售价呢是399哦，只需399哦。哪位妹妹想要买回来搞想自己当那个圣诞节礼物呢，都非常适合的。嗯，它有一个小，这个是个 pouch， 小袋子，一个 Vivienne Westwood 的小袋子啊。对，那这耳针呢是399，售价399，然而呢分数呢是是十分 over 十分哦，是完美无瑕的商品哦。好的，我。Priscilla 说 CD 那个耳环对不对 ？Priscilla， 哦，好，谢谢你们。好的，好的，来，我的线下呢，有位朋友已经要下定那个 CD 的耳环了，就是刚刚那个，这个对不对？啊，新的啊，这个已经下单这个耳环喽，不是耳环，是耳夹喽。嗯，谢谢你，普希拉。嗯，好的，来，那这个耳针呢是10分，我10分，然后呢售价呢是399的啊。那线上有哪位朋友有兴趣，可以直接。把那个问题上传上来，把问题打上来，然后我们会为你一一的解答的啊。好嘞，好的，我们的今天的那个首饰商品呢已经介绍完毕呢，现在呢我就会介绍什么？介绍包包咯，介绍这个星期的包包咯。好的，这个星期的第一个包包会是哪一个呢？会是这个，来，让我穿上手套。怎么了？
不好意思，手套两个都是左手，要去把右手找回来，好不好？大家等一等，大家等一等啊。等一等哦，线上的朋友不要下线，不要下线。在等的当时呢，大家可以加把劲的把那个直播分享出去，好让更加多的朋友呀、亲戚朋友啊，都可以进来看我们的直播哟。哎啊，好的，一定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。可能这现在目前没，好 ，OK， 好，找到了，右手回来了。好的，来，那我们再介绍我们这个星期新品的第一个包包。好的，来，这个星期的第一个包包呢，是这个 Gucci Jackie 的这一款，是不是好经典的红色呢？之前呢，我们架上呢都还没有进过红色的包包哦，所以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红色的包包，感觉哇，好特别，好特别，好漂亮。你看今天我就特地穿到比较啊。衬得上啊，红色包包的一个穿着，然后就粉红色的上衣啊，还有白色的裙子的，所以你看把它拎在身上，哇，好高贵哦，非常非常的高贵，对不对？非常高贵，而且尺寸刚刚好的，尺寸刚好，不会太小的啊。好，这个 Gucci Jackie。那 Gucci Jackie 呢？我们的评分呢是10分/50分哦，是未实用品哦，是未实用品哦。来，再把灯调一调亮一些。等等啊，好的，是这个 Gucci Jackie 包包是未实用品哦。好的，让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它的细节。那目前专柜的 Gucci 包包呢是圆扣再加圆，这边是圆扣，而这边也会是圆扣的。而这个经典的 Vintage Gucci 包包呢会是方扣。方扣还有这儿也是方扣的哦，好，来大家看一看它的细节。这方扣这里呢是完全没有花的迹象，然后呢皮质方面是小牛皮的皮质，在用的方面呢不需要太担心说会不会容易刮花呀之类的，因为你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皮质呢是非常耐用的一个皮质，小牛皮的皮质，然后呢是金色金属的，金色金属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金色金属的这个贴纸呢都还没有拆吧，都还没有把它拆走的哦，还有那个包装纸都还有在的，包装纸都还有在的哦，好，来，就它的边边角角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它边边角角都是非常完美无缺的一个状态的，然后呢，里面。就按一按这里呢，这个扣就可以打开，然后呢，里面的那个容量呢，其实容量不会太小的，容量真的是不会太小的哦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肯定是可以放得下小钱包呀、小卡包呀、搓手液啊，还有粉底液啊，还有那个口红都是没问题的哦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然后呢，里面有一张卡的，有一张 Gucci 的卡，大家可以看。Gucci 的卡，好，勾里面呢有一个小夹层，它里面有个小夹层，里面小夹层里面，那个小夹层就是可以放你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，大家可以看，而且呢它的内衬都是写着 GGGG 的，可能在镜头里看家没什么看啊，看得见吗？应该是看得见，里面的内衬都是 GGGG 的那个布的 microfiber， 我们叫它 microfiber 的那个 fabric 内衬是非常新，因为是未使用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新哦。线上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的点赞哦，非常的新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 flap 这里呢，这个盖这里呢也是很新，因为是未使用品，所以呢是保存到非常非常新的一个小包包哦。大家如果你看这样子拎好看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拎啊。是非常有气质的一款包包，非常好看，所以呢大家不需要担心它会不会显老气多，因为呢经典不败嘛，经典不败，把经典的包包呢拎在身上呢，其实只要那个装扮呢
装扮，只要有打就细心的打扮一番，细心的打扮一番，再拎上这么漂亮的经典包包在身上去逛街，真肯定是非常吸睛哦。好的，来，那这个包包的售价呢，是跟我们之前的那一款 Gucci Jacky 的售价呢是一样的哦，也是3499，3499。而这个包包的那个外面的 body。它的外面的身体呢都是全皮的，都是全小牛皮的，都是全小牛皮的。好，来，这个包包呢是附有层带的，是附有一个 Gucci 的层带，然后呢是十分接近完美，售价是3499的。那线上有哪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把问题提升上来，或者是 PM 我们 DM 我们啊，都没有问题的，不需要觉得害羞哦。如果想要拿细节照片的话，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哦。嗯，好，来，好，我们下一个是今天的包包。哦，这个包包先不要让大家看，因为这个包包香奈儿包包呢是上几个星期我们的新品呢，是大家抢到焦头烂额的一个小包哦。因为是上个星期真的是直播之后呢，顾客就直接下单了，之后我的一些好多的顾客呢都一直 PM 我们或者是 WhatsApp 啊我自己，所以问我这个包包还有吗，这个包包还有吗，这个包包终于又再回来了，终于这个月包包终于又再回来了，我们又在收购了一个接近如新状态的这个包包。我来，好的，让大家看一看，就是这个香奈儿的化妆包。这香奈儿的化妆包是不是很可爱，是小牛皮的 CC logo， 是不是很可爱。你看，那这个化妆包呢本身呢，那因为香奈儿本身呢是没有提供那个链条的，对不对？那呢我们可以提议把一个就是在外面买回来的一些金链条呀，或者是珍珠链条呀，把它挂在那个包包的就包包的那个handle 这里，手把这里啊，就可以变成一个斜挎包、单肩包啊。那如果没有这条，把这条带拿走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手提包的，这是好可爱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包包呢，这个香奈儿的那个，还有这种铁链也是没问题的啊。如果哪一位朋友呢有兴趣说想要购买这个包包之余呢，想要购买铁链让我们帮你装上的话，都是没问题的，可以让我们知道哦啊。这条铁链也是没问题，就说可能那一条更适合一些的。这些是我们的 sample 啦，是我们的 sample。 Lily Lin 啊，问 how much 啊，这看一下 Lily Lin 是问哪一个啊，因为他是在 PM 我们的啊。好的，来，那这个包包呢状态是9.5分哦，9.5分，大家可以看一看细节。基本上呢它的 exterior 都是完全完美无缺的哦，它的底部边边角角都是完美无缺的，而且它的五金呢也是五金可能这里少少的 plating peeling 了一点点少少，可是呢 Chanel 这里呢是完美无瑕的哦，五金本身是完美无瑕的哦。好，再让你们看看里面，好的，你看看里面，可能这里 Chanel 的字呢会有少少的脱了一点点，可是不明显的，不明显的哦。好，那里面可以看看里面哦，你看里面是不是超新的，超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是给它9.5分的，9.5分。哪位妹妹很喜欢，想要入手的话，真的是时候入手了。因为呢，这个包包呢在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呀，非常的抢手，所以呢都是价钱呢是越卖越贵的哦。所以呢，哪一个妹妹真的好喜欢，就要非常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入手了。那这个包包的售价呢是4699的，4699哦，是全如新状态，如新状态。那这个包包呢是没有包括那个保证卡的，可是呢里面它有 hologram 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啊， hologram 在这里的，你看看吗？所以呢，哪一位妹妹真的非常，如果是非常说
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，关于这个包包，而你还没入手的妹妹们呢，真的真的要快快入手咯，因为呢，这包包之后的价钱呢，只会越来越高哦，所以呢，真的不要再想了，剁手，就直接剁手买它就对了啊。9:05，香奈儿化妆包包。是过后呢，售价呢是4699的哦。好了，好的，哪位朋友有兴趣啊？哪细节照片啊，都是可以直接现在 PM 我们 DM 我们，因为我们小助理呢是在旁边可以随时 stand by 啊，回复大家的信息的啊。好，谢谢你们的赞，谢谢。好的，来，我们下一个是那个。Gucci 也是 Gucci 的包包啊，也是这个 Gucci 的包包呢，是啊 Gucci 的 Jackie 包包。那刚这个 Jackie 跟刚刚那个 Jackie 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其实不是不一样的设计图，大家可以看这个 Jackie 呢是有一个 flap， 需要开了这个 flap 才可以看，才可以拿到里面的东西的。而这个 Gucci Jackie 呢？是直接按上去这里呢就可以开起来，里面就可以直接拿东西了，就可以直接拿东西了。那这个 Gucci Jackie 呢，它的 size 呢是 small， 是 medium size， 是中 size， 是比刚刚那个呢，你可以看看一下，大家可以做一下比较，是一个大一个小的包包，是一个大一个小的包包。那这个包包呢，可能大家说啊，妹妹说啊，可能想要拿去工作呀，可能会太小不适合。那这个包包拿去工作就非常适合了。哎呀呀，迟了。哎，你不还不迟，还不迟哦，还不迟的哟，不需要害怕，因为呢，我们之后啊介绍了今晚的最后一个新品了之后呢，我们还会再介绍上个星期已经上架的新品哦。好，不迟 Annie 不迟。好，大家，因为之前呢，我们是刚刚也是介绍了几款包包的，就是这个 Jackie， 还有这个米色的 Jackie， 还有这个香奈儿的那个化妆包包，小包包可爱。如果 Annie 你想要看细节的话呢，可以现在直接啊 DM 我们的，我们小助理是在旁边，可以随时的待命，为你们回复信息的哦。好，来的。那就是这个 Jackie 呢是medium size 中 size， 那哪一位妹妹们想拿一个大包包去工作的话，那这个包包真的很适合不过了，在拎在身上，大家可以看啊，今天的打扮呀也是非常适合百搭呀，摆到桌上，摆到好多包包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就非常漂亮。那今天的其实大家看不到我的鞋子啊，其实我穿上鞋子哦，是米色的鞋子哦，所以你看这个也是米色的，可以拎上去。当那个工作包包也是非常适合的啊。那这个包包呢，我们给它的评分呢是9分的。那为何9分呢？因为这包包呢，它是 smooth cuff skin， smooth cuff leather。美女主播，请问有Chanel 19吗？啊，香奈儿呢？因为香奈儿非常非常的抢手呀，所以呢，只要一上播呢，就直接直播过后就给顾客下单了。所以呢，售饭呢，我们有这个香奈儿的小包包 Vanity。还有多一个两个啊香奈儿的钱包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说想要找特定款的话，可以 PM 我们 DM 我们，看看我们可不可以之后帮你们关注的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这个包包因为它是小牛皮的关系，它是滑面的小牛皮，经过 process 的滑面小牛皮，所以呢，小牛皮本身呢。是显得比较硬身的，所以呢，它可以看得出，可以看得出这里有小小的皱纹，这里有小小的皱纹，因为常常这里呢是关节的地方嘛，关节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小牛皮本身只要是有关节的地方呢，都会有小小的小皱纹的，因为如果是小羊皮的话呢，因为它本身是比较柔软的质地，那在关节这里呢，包包的关节这里呢，只要是凹到呀或者怎么样的，它都会自我修复，因为它是比较柔软的质地，
好，大家可以看啊，九分的啊，我们这边还有少少的小啊，少少的 stain， 小小的小印记在这里。那下面的边边角角都是非常非常的完美，非常非常的完美。那后面呢，也是刚刚所说的，它会有一点少少的啊小皱纹的，可是是不明显的哦，是不明显的。那它的内衬呢，也是 microfiber 的内衬，它内衬是很特别的哦，它内衬是 lime green，lime green 是柠檬绿呀、啊。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对不对？柠檬绿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颜色。那里面的那个内衬呢，也非常非常的大哟。大家可以看，内衬本身呢是有拉链的，还有呢它有卡哟，它有那个卡 ，Gucci 的卡，还有个 Gucci 的卡哟，把就是皮质care card， 我们叫 care cards。好的，那这个容量是非常非常的大呀，拿去工作非常的适合。那哪一位妹妹们可能说，哎，那适不适合？拿去喝茶打卡的，会不会觉得太大呀？那可能，因为现在目前流行小包包，对不对？目前流行小包包，所以呢，如果哪一位妹妹们不是很习惯拿太过小的包包的话，那这个拿出去喝茶打卡逛街，其实也没问题的。大家可以看，就是好漂亮，就是好漂亮，对不对？那这包包呢？那售价是3599的，3599，就好大的一个包包，3599，非常非常值得哟。好，来，哪位线上的朋友有兴趣这个包包的话，都是可以 PM 我们 ，DM 我们，那细节照片我们小助理会在线的为大家一一解答问题，或者是如果大家是想说如果大家是想提问一些问题让我来解答的话，都可以把它放在 comment， 我看到了大家的问题的话，都会为你们解答的哦。谢谢大家的点赞哦。好，来，这分数是九分，3599是 Gucci Jackie。好的，好，来我们下一个，下一个是香奈儿的中夹，这个不是长夹，香奈儿的长夹，这个是上个星期已经上线了，香奈儿的长夹是小羊皮，然后呢是银色的五金，哦，大家可以看这个这个长夹呢是未使用品是完全没有被使用过的，所以呢边边角角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崭新，大家可以看，然后呢容量方面呢这个设计的容量真的不需要说哟，是非常非常的大，而且那个卡的夹层啊都非常的多，那这里也有，这里就非常的多，然后呢这里也是非常的多，大家可以看过后呢，这零钱的地方也是非常的新颖，很新的，也是未使用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可以看是未使用品的香奈儿小羊皮银色五金的长夹哦。那这个长夹呢，我们给它的分数，那当然未使用品就是多少分，就是十分咯，对不对？就是十分的。然后呢这个香奈儿长夹呢是 combi full set 哦，就是 full set 就是说它有卡，还有那个 hologram， 还有橙带，还有那个盒子，还有纸袋咯，它是全套的。所以哪位妹妹们想要买一个它是有全套，有盒子、橙带、hologram， 还有身份证卡，它都有的。拿来当礼物呀，拿来当礼物送给妈妈呀，送给女朋友啊，或者送给老婆的，或者送给自己呀，都是非常适合的哦。好，来这个钱包十分，我十分未使用品，售价是多少呢？售价是3199哦，是非常非常值得的。因为现在呢，香奈儿的钱包呀，在专柜呀，都是在卖着多少呢？都是在卖着4000到5000块马币的，所以呢，3199可以拥有的一个香奈儿长夹是非常值得的。好，来线上哪位朋友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直接PM DM 我们哦。好的，来我们下一个
下一个是这个Gucci 的小腋下包。那这小小的腋下包呢，跟之前我们售卖过的之前的那几个腋下包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这个腋下包呢，本身它的形状是长方形的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之前我们卖的呢，它的形状是比较有一点弧形的，有一点弧形的。嗯，好，这个是长方形的，而且呢，这个带呢本身呢也是稍微长一些的，所以呢可以这样子背，这样子背。哦，可能今天我也是穿泡泡袖了，所以泡泡袖本身的话，那如果没有穿泡泡袖的话，就非常就不会说太不方便的。嗯，大家可以看啊，好，就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皮质的颜色呢是偏于棕橘色的皮质颜色，都是小牛皮哦，都是小牛皮的。然后呢，它的包身呢是 GG canvas， 就是 GG 的 monogram 啦，嗯。里面呢是非常新颖哦，因为它这个分数呢是十分 excellent conditions， 你看完全崭新状况，对不对？完全崭新状况，非常漂亮。那这个包本身呢，它是有一个小盒子的哦，小盒子的。那当礼物的话，那肯定也肯定也是非常适合，肯定也是非常适合拿来当圣诞节礼物，非常适合哦，因为有一个盒子。那大家在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如果购买了之后呢，想要把它包成圣诞节礼物送给爱人呀，送给亲人啊，都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会尽量配合，看看怎么帮你们把礼物包装的漂漂亮亮的送给爱人或者亲人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那这个包包可以这样子拎在身上啊，或者是这样子手拎都没有问题。嗯，那这个袋子呢，这个肩带呢是不可拆除的哦，这个肩带是不能拆除的，不能拆除的。那这个包包的售价呢是1999，是少过2000块的小包包，Gucci小包包。好的，来，那线上哪位朋友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直接提问，或者是在 PM 我们 DM 我们都没问题的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下一个就是非常搭我今天的穿着的，就是这个喵喵喵喵的那个经典斜阔包包，经典斜阔包包就是这Metalace 的这个设计的哦。然后它的五金呢是偏金色，偏亮金色的，不会说太过非常不会说太过的那个深金色，是比较亮金浅金色的。那这个包包呢，你看看我拎在身上哦。我今天一拎在身上就感觉少女气息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别说我中女，你看只要把它拎在身上就是变少女啦，对不对？好漂亮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，你看真的是感觉就是整个人就年轻了，穿上泡泡袖的衣服啊，花花的衣服，然后再拎上一个粉红色的包包，哇，感觉到整个人都年轻了。那这个包包呢，还可以这样子斜阔拎的话更年轻，对不对？斜阔拎的话，感觉整个人都是非常有活力，有活力的感，有活力的那个形象，好看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这包包呢，这个是正面，对不对？那这后面你们可以看一个后面，其实它的后面呢是也是写着喵喵的。那说那正面反面的话其实都没问题的，你看如果我这个当时前面带的话，你看都是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感觉到不会有违和的感觉的，把后面当前面带的话，因为这个本身喵喵在前面，你看不会有违和的感觉。带两面拍照，可能今天拍照可以拍这个反面的，然后呢明天拍照可以拍正面的，非常好看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包包呢是全新的哦，全新，它有盒子，有纸袋，有橙袋，还有卡的，它是完完全全全新的一个包包哦，完完全全全新的一个包包，橙袋还有盒子都有的，还有那个 authentic cards 都有的，认证卡都有的哦。嗯，来，让我带大家看一看它的细节呢，你可以看，你看旁边看的话，这个包包的容量其实不会小的哦，不会小的，全新，所以呢是完美无瑕的。那这个可以开，把它开起来，你看的里面
里面的那个容量非常大，对不对？非常大，它里面还有小夹层，还有拉链的小夹层哦。嗯，这边还有一个小夹层啊，非常方便，把手机放在这里都非常的方便哦。好，好，那这个扣的是怎么样扣呢？就是这样子把它压下去，再 click 一声，就是已经锁上了，已经扣上了，再按一按这里就打开了。嗯，就打开了，是非常不会难，不会说哎打的就不会说难用的一个扣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包包呢，全新复 set， 全新全套，全新又全套，那售价是多少呢？售价是7199，7199哦。这个在专柜的卖这是多少钱呢？专柜是在卖这8000块咯，在卖这8000块马币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有看中的话，把它买起来啦，把它买起来就非常非常值得的，就直接便宜了好多，直接便宜了大概20% 左右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没有，大概哎没有，就便宜了10%，因为大概8000块的话，现在我们是卖7199，就便宜了10%，就非常值得。嗯，就感觉到哇，非常有少女气息，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包包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再介绍下一个。下一个是我们这个 LV 我们这个款式呢是叫 Porsche Twin GM， 这个款式的名字叫 Porsche Twin GM。 那这个款式呢可以这样子拎，其实这个你们都知道了， LV 的那个老花款式呢，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是百搭的，都是百搭，就不需要担心。这样子把它拎在身上是好看，或者是这样子斜裤，哇，真的是好百搭，好百搭！穿什么颜色？穿绿色的衣服、蓝色的衣服、红色的衣服都是没问题的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哦，嗯，来，那这个包包的状态呢是9.5分哦，9.5分是接近完美无瑕的，边边角角都是好好的，都是非常好的状态的，嗯。那它的肩带呢都是非常好的状态的。那这个包包呢，如果不想要啊长单肩的话，其实可以把它在里面再捆多一圈，把这个肩带再捆多一圈，把它肩带是收在里面，最后再把它扭上。嗯，等等啊，再捆多一圈的话，那就可以拿它，把它当成什么？把它当成腋下包啦，把它当成腋下包，短单肩包。哦，你看，就可以把它当成腋下包了，对不对？超多用的，超多用的一款包哦。那里面的夹层，里面的那个内衬呢，就非常不需要说了，是非常崭新的哦，好新好新，非常的新的，就好像没有用过的感觉的哦。OK， 那这个包包的这个肩带呢也是可以被拆除的，你看这里有两个钮，它也是可以被拆除的哦。那就可以被拆除了过后呢，它就可以当成手拿包，可以拿去喝喜酒呀，去 Dino 啊，全部都是可以的。所以这包包的那个功能呀是非常非常的多的。那这包包的那个价钱售价是多少呢？售价是3499，然而呢这个包包的评分是9.5分，非常高分，所以因为它是完美无瑕状态哦。嗯，好，所以哪位朋友呢，哪位妹妹们呢有兴趣啊？那这包包呢是有包括什么呢？这包包呢是有包括层带的，是有包括一个层带的，大家可以看，它是包括层带的哦。嗯，好，来，那哪位妹妹们呢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直接把问题提问上来，或者是 TM 我们 PM 我们都没有问题的哦。那细节照片我们绝对可以把多多的细节照片都把它发给你的。来，我们下一个包包也是之前没有拿过进来的品牌，叫 Mulberry， 它不是 Burberry 哦，它是 Mulberry， 对吗？这个念法这就是 Mulberry 这个品牌的包包。嗯，那这个品牌的包包呢，它的经典包包就是 Bayswater， 但是 Bayswater 这个款式呢是这个品牌最经典的款式包包。那这个包包的那个皮质的名字，它是小牛，它是牛皮的，然后呢它是
大概是 ox blood 的颜色，就是说它有点点偏橘色，偏那个深红色的，不是橘色，对不起，是棕色，偏棕色还有深红色的颜色的。所以呢，这包包呢绝对是适合拿来当工作包，拿去工作的包包，因为呢这包包的容量呀真的非常非常的大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底部就非常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只要看到里面是非常的大，而且这个包包的那个五金呢是金色的五金，它连那个保护膜呀都还有在的。那这个包包的这个评分呢是8.5分的，8.5分可能就是少少的少少的小瑕疵，少少的小瑕疵，少少的小瑕疵可能就是说这里可能是就说这里啊，就这里有一个小崩口啊。因为是说是这个 flap 的问题，因为这个 flap 呢显上这个金扣本身呢是有点减重的，所以呢这个会有一点点小瑕疵在这里的。那它的那个容量呢是非常的大的哦，非常的大，你们可以看非常的大，你看非常的大哦，所以呢拿来当工作包呀非常的适合呀。它里面还有可以看看里面的细节，里面的细节都还有看得到吗？里面的细节这边写着 Mulberry 的那个牌子，还有里面的小夹层，里面还有两个小夹层没有拉链的，还有一个大夹层有拉链的在这里。然后它的细节很多的，那个扣呢也是写着 Mulberry 的。那这个包包的售价呢，这个包包的售价是2499，专柜是在卖着6000多7000多马币的，而且这个包包呢是有承带的，它有一个承带，然后呢它就有一个承带，它的承带是很大的哦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承带哦。那这个包包的售价多少呢？是2499，我们给它的分数呢是8.5分的。大家不需要担心会说8.5分呀会不会说太多的瑕疵啊，其实如果大家想看细节照片看看啊，我们可以把细节照片都发给大啊，发给有兴趣的美眉们哦。好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拎这个，因为这个包包呢它的手腕的handle 呢是比较短的，所以呢它就是这样子拎在身上，当着手提包这样子拿就拿去工作就非常的适合，因为容量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的这个2499，然后呢8.5分的 Mulberry Base World 的经典包包。好，来我们上星期还有在上线的就是这三条 Celine 的棉质的那个丝巾，棉质的丝巾，那有两条呢是比较小 size 的，可以看给大家看一看，那个尺寸不会相差太大，一个47×47，另外一个就是50×50的，大家可以看，你看这个尺寸的那个丝巾呢是非常漂亮，你看大家可以这样子围，这样子戴，或者把它当那个发圈，把它拿来绑头发。绑头发都非常好看，你看大家如果转小小片一点，可以拿来把它绑头发的。那 Celine 呢，大家是不是没有听过 Celine 也有出丝巾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丝巾呢本身呢它是 made in Japan 的，就是说它是完完全全在日本制造的一个Celine 丝巾哦。可以看它的那个细节，看 Celine Celine Paris 这边，好，那这三条丝巾的售价呢是449，然后呢都是全新的哦，都是全新的价，都是全新的那个状态哦。再让大家看一下另外两条，好。这是宝藏的，大家可以看，这宝藏好特别，好经典，对不对？宝藏还有一些金链呀 ，Celine， 你看看，这是好经典的，就是你看这里也有 Celine 的那个 logo 在这里的，大家可以看，对不对 ？Celine 本身呢，我们开始购买 Celine 的那个丝巾过后呢，发现到 Celine 的丝巾是非常有细节的哦，你看这里有写着 Celine 的，非常有细节的，那另外一条呢是比这两条呢来的稍微大小小的，就是50×50的。那这条是红色，
边框，然后呢是白色，里面有 Celine 的包包， Celine 的鞋子，嗯，够呢写多好多 Celine 的那个 logo， 来看一下，这个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非常漂亮，来绑头发呀，或者当一个手圈啊都没问题的发圈呀，或者把它卷小小个一点，把它可能这样子卷小一点，嗯，这样子卷小的话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拎，你看它好不好看？你看，这是好淑女，好淑女的感觉，好淑女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非常好看的，非常好看的。那这条呢？啊，这三条的售价呢都是一样的，都是499的哦。然而呢，都是全新的状态的丝丽丝巾哦。啊，它是180%棉质的纯棉质，180%的纯棉质的哦。好，然后它特别之处呢，就是它是完完全全在日本制造的 ，Made in Japan 的，嗯，所以呢是非常非常难，很难在那个市场上找到的，所以大家买了回去呢，肯定就是很唯一的啦，在朋友圈里面用上的话呢，那肯定就非常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特别，还有啊，大家都不会跟你撞款的一个丝巾啊，嗯，好。好的，好，来，上个星期的这个多少个新品？哎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没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上个星期有八样的新品，我现在已经介绍完毕喽，还有啊，这个星期的四样首饰，还有三个包包。嗯，三个包包，四样首饰和三个包包都已经介绍完毕了。那还有在线的朋友呀，还有在线的朋友，哪位朋友有对我们的产品啊、商品有兴趣，或者是有疑问的话，都可以把它提问上来，我都可以一一为大家解答的哦。或者是之后啊 ，PM 我们、DM 我们都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我们是随时待命回复大家的信息的。嗯，那如果想说啊，想要再看看之前那几个包包呀，或者是首饰的细节，在这次的直播里再看看多一些细节的话，都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把你们的 comment 放上来，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哦。嗯，那我就可以再次的介绍给大家看，大家有兴趣的细节的。嗯，好，那这回要一个 quick recap 还是怎样吗？也是可以啦，嗯，好的，来，那如果现在我在看到线上是还有朋友的，那让我，因为现在时间还早嘛，对不对？还才大概10点左右的，那我再快速的把今天介绍的包包向大家再快速的把它带过，好不好？再让大家看一看今天可能之前刚刚下线的没有看见，现在可以快速的把它看完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这里，嗯。好，那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Dior的那个项链，是银色项链。然而呢，它的这个我们是有包括绒毛，每个首饰呢我们都有包括绒毛的盒子的哦。啊，手链的话就是灰色的绒毛盒子，那耳环呀或者是项链的话呢，都是黑色的绒毛盒子哦，灰色跟黑色的。那这个 Dior 的那个银色项链呢，是写着 Dior D-I-O-R 的，啊，售价呢是899，十分 over 十分的，是非常非常的 excellent 的，非常非常 excellent 的 condition， 如新状态的。好，那下一个是这个。Christian Dior 的金色手链，然后呢，这个也是就是灰色的绒毛盒子，这个售价呢是829，然后呢，那个分数呢，我们是给它9.5分，是接近完美，如新状态的也是哦。嗯，好，那下一个就是刚刚那个
个 CD 的耳环有人下单了，所以我就不再介绍了啊。那这个就是这个 Vivienne Westwood， Vivienne Westwood 的那个耳针， Vivienne Westwood 的耳针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其实它是不小的，蛮大的，所以说呢，戴在耳朵上呢，戴在耳珠上呢是非常吸睛的哦。然啊、这个价位呢，价位是399，它有包括黑色的绒毛盒子，还有 Vivienne Westwood Original 正品的小 pouch， 小 pouch， 然后它的那个分数呢，我们是给它10分over 10分的。好，那还有这个今天的新品呢，待会我把那个你的手套穿上。好，来，我在今天的新品包包，今天新品包包是有三样的新品包包。就是这个红色的 Gucci Vintage Gucci 红色的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个包包一直跌下来啊。这个是 Gucci 红色的，是小牛皮，完全是小牛皮的粗面的，所以呢在保养上面呢是非常不需要担心的。这个红色的 Gucci 小啊 Gucci Jackie 包包呢是全小牛皮的，只是内衬呢是 microfiber fabric 啊，只是内衬不是皮，至于呢全皮的包包都是全皮的。然后呢它是未实用品哦，全是十分欧我十分，售价呢是3499，它有 come with 一个承袋的，它有自己的一个Gucci 的承袋的，它可以这样子拎或者这样子拎都没问题的。然后呢它是一个 flap， 要把 flap 打开才可以拿里面的东西，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。所以这个扣呢把它扣上之后呢，就非常说不用担心会不会有扒手爬到里面包包的东西，它把这个扣上就行了，这个扣就扣上，这非常为实用品哦，是3499的，3499十分五十分为实用品。然后这个是香奈儿的化妆包包，化妆小包包，然后呢那个分数呢是9.5分，然后售价呢是4699的，是小牛皮哦， caviar 小牛皮，可以这样子拎。那如果大家有那个有铁链带的话，是皮其他皮带的话，把它套上，那就可以把它变成斜挎包或者是单肩包了。那哪位妹妹线上如果有兴趣购买的话呢，想要我们帮你把那个链条啊加上的话，都可以让我们知道的。那这个包包呢都是如新状态哦，如新状态的，售价是4699，9.5分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有一例的，就是这个 Gucci Jackie 的另外一个款式是 medium size， 是中 size 的，然后呢，售价是3599，售价3599，分数呢，我们是给它9分，它只有少少不明显的瑕疵，只有非常非常少许不明显的瑕疵哦。然后它的那个内衬呢是 lime green， 是柠檬绿的颜色，非常非常特别哟，非常适合拿来当工作包的一款包哟。好的，来下一个就是这个香奈儿的小羊皮银色五金的长夹，这个是未实用品哦，是全新哦，崭新，里面也是崭新，非常非常的新，因为是未实用品，那是十分欧我十分，它是全新也是全套哟，全新也是全套，然后它的价钱是3199，那肯定就是十分欧我十分了。有盒子全套，有盒子，有卡，有那个 hologram， 还有那个承袋，还有盒子，还有那个纸袋的，好，非常适合拿来买当礼物的一个商品哦，一个长夹钱包。好，那下一个就是这个 Gucci 小小的腋下包， Gucci 小小的腋下包，谢谢你们的这么多的那个 emoji 啊。好，来，那这个包包呢，它的那个
那个带呢，肩带呢是小牛皮的，肩带颜色呢是偏棕橘色的，颜色是偏棕橘色的。身它的那个 body 呢是 GG canvas 的，里面你可以看得出它是完完全全很新如新的状态的哦。售价是1999，然后它是有一个Gucci 的盒子的，里面也有那个 Gucci 的丝带。那要拿来当礼物的话是非常适合啦，非常适合拿来当圣诞节礼物是非常适合的。那这个状态是10分或10分，1999的。来，我们的下一个就是这个喵喵的那个包包，可以当单肩包，还有可以当斜挎包的一个包，非常非常有少女气息，把它拎在身上就非常顿间觉得自己已经变年轻了，感觉变年轻，有年轻5年到6年的感觉了。你看，非常非常的有少女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少女的感觉。那这个包包的售价呢是7199的。然而呢，这个包包呢是完完全全全新，是有 full set， 有卡呀，还有橙带，还有盒子，还有纸袋的。那这个包包也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一个两条式的，然后呢把它变成短单肩。短单肩，你看大家看一看，短单肩包也是非常好看，对不对？短单肩包，所以说呢它是非常多用的，它可以变成长的单肩包，短的单肩包，还有斜挎包的哦。给看，非常好看，这样子穿粉红色上衣，白色裙子，就感觉就非常有活力了起来，有年轻的感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7199，10分或10分，全新的 Miu Miu 包包。好，下一个是这个 LV 的这个 Twin GM Monogram， 就这个可以，也是一样，可以把它变成长单肩包、斜挎包包，还有如果把它圈成两圈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变成短单肩包哦。这样子变成两圈，也是可以把它变成短单肩包的，就可以变成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腋下包包的感觉，所以也是蛮多用的。那如果这个带呢也是可以被拆除的哦，被拆除了过后呢，它可以变成手拿包的，所以呢是非常多功能的包包哦。状态是9.5分，还有售价是3499的。然后给你们看看一下细节，是非常非常的新哦，非常非常的新，里面是非常的新，感觉没有被使用过的感觉的，所以9.5分，就接近完美的状态啦。好，9.5分，还有售价是3499的。然后它是有一个橙带，有一个 LV 的橙带的。好，来我们下一个就是这个 Mulberry 的这个 Basewood 的 Mulberry 里面经典的包包呀，所以这个当工作包是非常适合不过了，可以这样子拎，当手拿包这样子拎啊。它因为它的容量呀非常非常的大，里面的容量再让大家看一看，里面的容量好大呀，非常非常的大，看非常好看。当工作包是非常的好看，状态呢是8.5分，还有少许的瑕疵的。那哪一个妹妹有兴趣购买的话呢，都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会把那个细节照片发给你们看到哦。那这个包包的售价呢是2499，它是有层带的哦，它是有层带的。好，2499 Mulberry 的 Basewood， 它的那个皮质呢是偏深红。还有深红棕色的，深红赌棕色的一个色系啦，好，那之后的那三个呢，就是Celine的丝巾，再让大家看一看Celine的丝巾，这三条Celine的丝巾的售价呢，都是449，也是全新状态咯，让大家看一看它的那个细节。还有那个 printing， 大家可以看，这个是宝藏，还有金链的细节。然后这个是非常少女系的，它有 ribbon， 它有那个 ribbon， 还有金链的细节，还有那个 polka dot 波点的细节的，非常好看。拿来绑包包，拿来绑把它系在包包上呀，或者是把它当发圈呀，都是非常适合的。不一定把它，不一定要说把它当成丝巾啦。
把它当成发圈啊，或者是把它绑在外包里面都非常适合的。好，来，另外一条的是这个红色框框白色底的这个 Celine。里面呢，它是有 Celine 的包包呀，还有高跟鞋，还有 Celine 的 logo 的一个细节的丝巾哦，非常好看。Doralyn， 谢谢你点赞，谢谢你点赞 IG 的朋友 Doralyn， 谢谢你点赞哦，非常好看，对不对？那这三条丝巾的售价都是一样哦，而且也是一样全新。然后呢，它是什么 material 呢？它是什么质地呢？它是180%纯棉的哦。它是180%纯棉的。好的，来，我也看到 Facebook 的人数也是降低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也是时候要下线了，也是时候要下线喽哦。那这个星期的新品有四样首饰，其中一样首饰呢已经刚刚有被顾客下单了，剩下三样首饰，还有刚刚介绍完的那三个包包都是这个星期的新品，还有刚刚在介绍的那八样呢，都上个星期已经上架的新品啦。好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随时 PM 我们 ，DM 我们哪细节照片，我们都是随时后面在线回复大家的，在线回复大家的哦。好，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是时候睡觉了，因为明天还有工作，对不对？那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好好的照顾健康，照顾自己的自身健康还有卫生啦，因为现在还是在有 MCO 的状态，还有 COVID-19 还是COVID-19 的病毒还是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哦。好，要早点睡，喝多一点水的。好的，来。好的，来，大家晚上晚安咯，大家晚安咯，早点睡哦。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下个星期有直播的话，或者只是新品上线没有直播，我们都是会出通告告诉大家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要继续关注我们哦。好的，来，好的，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在线上点赞。哪位朋友有完完全全留守到最后的，真的要给你多多的赞，还有给你多多的爱心哦。好的，来，大家晚安咯，晚安，早点睡，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